兄弟们晚上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啊，小伙伴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今天晚上我用阿伟的这个小号，阿伟的这个号来直播啊，因为他在忙，也没时间跟家人们打招呼，所以刚才让我用他的这个号给家人们打一下招呼，感谢加入粉丝团。这么热闹在哪？那么小胖，我们两个忙了，刚好忙完了，然后就坐在一起聊一下天，喝点茶。对，没有啊，这样家人们，分享一下啊。阿伟的大号，还有小五的粉丝群，还有阿伟的大号的那个粉丝群啊，分享一下粉丝群。今天晚上小五，今天晚上小五长得帅不帅？妹妹长得帅呢，打一波帅好不好？对。干饭没小五，干了一点点，小五这几天也在稍微减一下肥啊，所以干了一点点，没干多少，只干了两碗米饭，小五这几天在减肥啊，所以只干了两碗米饭啊，我怕帅了没人要，知道吧？欢迎来到直播间啊！没关注主播的也关注一下。过几天去接二妹嘛，姐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要首先多给二妹联系一下，然后阿伟这边也多给二妹联系一下，然后。看怎么整呢，过两天如果去了会给家人们说呢，两碗还少，两碗对我来说还少，昨天晚上平时都是吃四五碗的，然后肚子有点大但是这几天我怕胖了就不好看，知道吗？我不喜欢胖的。如果跟小胖一样胖的话，我就太难看了，你知道吗？就没人要了。你的意思，我觉得太难看了，是不是？不是小胖，你不要生气啊。这个呢，我意思呢，人不一样嘛，是吧？有的长胖了就好看了，有的胖了就不好看。但是我这个人呢，胖了就绝对不好看，知道吗？如果像小胖一样胖的话，小胖胖是好看。但是我怕的话绝对不好看了。家人们你说小胖长得是不是不好看？家人们怕的好看是吗？但是我怕下来就下不去，你知道吗？我怕，因为我平时我都吃饭都有点能吃，所以我怕如果万一一下子胖上来了减不下去，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这个胖了以后减肥是很难减的，真的。小五可以胖点，但是我是有肌肉的，我还是有腹肌的，因为我练过，健身练过的，还是有点胸肌的，但是呢，如果我是怕一下子胖了就减不下来。还是有家人说长得好看吧，还是小胖好看，胖也胖的好处啊。其实我是没有老婆嘛，如果我有老婆以后呢，胖一点没事，但是现在没有老婆的情况下，还是身材啊，比那个子都小，如果再胖的话，我。对不对，家人们？对不对？如果现在比了个子大，如果在我现在只有1.65米，如果再胖的话，就变成1.6米左右了。
这样吧，咱们打一波上热，然后分享一下粉丝群。咱们人气马上一千了，咱们先突破一千，好不好？来，咱们打一波上热，好不好 ？Let's go， 来，家人们，来打一波上热。全部在国比上打个上热，哎，对对。然后呢，咱们把突出一千啊，因为这个号是吧？这个号是阿伟的小号。然后呢，今天晚上呢，阿伟叫我跟家人们聊一下。然后他看到我们这个人气只有几百个，我都不好意思是吧？我都感觉我都，他都相信我啊，让我报一下他的号。然后咱们这个人气不上去的话，他看到如果他在抖音上看到的话，我都不好意思是吧？不是黑粉是实话，不是黑粉是实话实说。感谢黄梅姐啊送来的小心心啊。家人们说一下小五戴眼镜好不好看？因为之前家人们一直都说小五的这个眼神啊有点伤气啊，有点那个伤气不好看，所以我戴一个家人们我要戴个墨镜啊，下次直播的时候戴个墨镜。所以今天晚上我不是高调，也不是说不尊重你们啊，我是因为我这个眼睛不戴墨镜的话，你们看到了真的好像有点那种杀气啊。戴大点的好看些是吧？然后就戴个这么大的，好不好？小胖有没有大的？好，马上换一个。来，家人们，我们打一波双人，好不好？把人气往上走走。怎么样？看一下怎么样？家人们，我是很听话的，知道吗？大的好看还是小的好看？我都是提醒你们的，如果是小的好看的话，我以后就带小的。大的好看，大的好看的话，我以后都带大的。草包是吧？那个哥哥还是姐姐，但是我草包。家人们开心就好啊。不对的地方要说出来啊。小包，草包也好，小包也好，大包也好啊，还是给我提一下意见是吧？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也不好去评价是吧？我自己不知道戴过什么好看啊，我天天照镜子，我都感觉我很帅，知道吗？但是要。因为这个要你们来评价，知道吗？我自己评价我自己是真的不好意思，知道吗？家人们，我说我帅呢，是吧？别人会笑我，知道吗？我说我不帅呢，我好久没有自信，是吧？自己去评价自己，那是叫自恋，是不是？人好久就要看得起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话，都哇哈哈了，对不对，小胖？对对对，不管每个人，都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啊，所以而好转呢。因为这个好在这个世上确实压力也大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压力但是呢要对自己要有信心你的脸小还是带小的好看？好，马上画这个姐姐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的脸以前年轻的时候十七八岁二十岁以下的时候感觉都我这个脸都感觉到有点大，但是年龄大了，这个脸就瘦那个缩小了。现在只能配这种眼镜了，是不是啊？这人气怎么回事啊，家人们？怎么上不去呢？能不能给个面子啊？来，再打一波上人好不好？这次再突不出一千的话，小五就挂了。来，我数三二一，一起打上热，三二一，打上热，来。戴眼镜不好看是吧？好，马上摘掉。家人们，我很听话的。阿伟来了就下去了是吧？你让我去哪里去找阿伟嘛？阿伟又没在这里。他就是没时间，所以才让我包的，知道吗？如果你要叫他过来的话，都不用我在这里包了嘛，我可以用我小五的小号，小五的号来，是我包一下玩一下就可以了。怎么样？戴好看还是不戴好看？
还有发喜，你们给小五提个评价一下，还有这个发喜怎么样呢？需不需要再补充一下呢？有人说我这发喜不怎么好看，所以我又把它改了。但是有人也说过叫我剃光头，但是剃光头呢也不敢，那我怕剃光头了自己把自己吓着，所以我改了一下啊。我之前的发型你们也看到了，是吧？之前有一天晚上我第一次直播还是怎么，好像是在阿伟的直播间，我直播的时候家里面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啊，要把我的发型改一下然后直播的时候叫我戴个墨镜啊，我这个眼睛有点讨厌啊，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个眼睛有点讨厌嘛，就是家里面看起来有点不舒服，是吧？所以我今天晚上特意戴墨镜的。加上728了啊，马上800人来，咱们再打一波上人好不好？再打一波上人，然后咱们突破1000，我就给我有个重要的事，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宣布一下啊，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呢我说实话这几天大家也带很大的节奏啊，二妹和阿伟呢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还有我爸那边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晚上呢，因为咱们这个人气在1000以下的话我也懒得去给大家解释什么，今天说了等一下好多家人又不知道又私信的或者又在群里面说的，所以我想在1000以上我关于阿伟哥我老爸二妹他们那边的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对，感谢关注没有关注主播的关注一下。你这里夹吗？今天没吃到你看。对，家人们是给你的，是给你的。好，找一个女朋友是吧？这位姐姐我也想找是吧？我也想找，但是没有那个。我不可能到处在大街上找嘛，是吧？大街上，哎，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那个接到那个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是吧？所以咱们首先呢，要遇到你的那个他，但是我的那个呢还在路上。感谢七姐姐送来的翡翠灯牌。所以有事都要不得着急慢慢的来，一定会有一天上天安排下来给你的那个。早晚会出现的，等它出现的时候你想控制一下都控制不住，是吧？这突然之间这个感情燃起来了，是吧？那就里面叫我不要找不要去谈，我都要去谈，但是现在还没遇到那个，家人们还没遇到那个。家人们都吃饭没有？吃晚饭没有？各家人家人们吃饭没有？小胖喂你们了，给小胖打个招呼，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吃饭没有，各位家人？我会遇到一个天仙的，感谢感谢，感谢，很感谢很感谢，以后会有女子注意你的，中运我是吧？我也希望找到一个我中运他呢，注意，晚上好。家人们，马上900了，马上900了，再打一波上人了，咱们把武器拿到1000，拿到1000，我就开始说了。网络有点卡吗？好了，家人们卡不卡？没吃饭，饿了吗？现在都快7点了。阿妹没有回来。小胖还没吃，你们吃饭了没有？我们刚才吃了一点点，没吃多少小胖也在减肥，我也在减肥，所以我们两个一个人只吃了两碗小胖也只吃了两碗。那是你吃了两碗我们吃了。你没有吃两碗吗？我们是有半碗。我看到你吃回锅肉都吃了一盘。你们真说话。我才吃两碗小胖可能没吃两碗吧，应该一碗半吧，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减肥小胖现在一夜宵粥他都不敢吃。家人们上1000没有？人气上1000没有？上1000的话小五有好事要公开要给家人们聊一下，家人们说一下。加油，家人们，来，我们打波算人。
把人气往上走走，突破一千。我是一直我一直在控制住啊，万一胖，一胖下来，控制不下来，知道吗？所以我想有了老婆以后，有了老婆以后，再往下涨一涨。因为你不控制的话，晚上，万一把这个身体一下子胖起来了，然后就不好减了，减肥很难减的，家人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直播间里面有800-900个人有没有减过肥的？减肥真的很辛苦的，减肥的话你一下子胖上来的话，很难减下来，所以，没有胖之前，没有胖之前，就给它控制好。对，有重大纤维啊，有重大纤维，但是呢。阿文也没在，我老爸也没在，只有小胖我们俩在直播间，所以我才跟你们悄悄的跟你们说点他们这个情况。但是呢，人气没上1000以上的话，我也不敢说，是吧？我也不敢去说，因为等一下好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不知道，然后又。阿伟去哪里了？阿伟今天去忙，今天去忙，然后呢没时间开直播，然后把这个小号给我，家里面聊一下天，给你们说一下他们的情况，他的想法，还有我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同时也想听家人们的想法嘛，我也同时也想家里面的意见，家里面的建议是什么，对不对？我不管做什么，平时我在我直播间我都，先就给家人们聊一下，先问一下家人们，如果家人们愿意我去做的事情，不管做什么我都会去做，但是如果家人们不愿意的事情，谢谢，我也不会去做，因为呢，怎么说呢，你们走过的路，怎么说呢，你们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多，所以很多东西，要向你们学习。阿伟大哥，晚上好，晚上好。下面咱们把炸炸点一下啊，来到了直播间，咱们就把炸炸点一下，好不好？加油，马上突破1000了，家人们来。用你们的方才小纸轻轻的屏幕上点一下，好不好？小武去找阿紫是吧？我没看到，我戴着墨镜，我看不到，我没看到，我戴着墨镜看不到。他们就是不懂道理，阿紫懂道理，会消气，就是儿子好。大哥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来，马上突破1000人了，等一下突破1000人，阿五哥就跟家人们说一下那个重大新闻啊，有好事，加油，我们突破1000人。怎么说呢，家人们？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啊。所以我们也不好去评论二妹是吧，也不好去评论阿紫，但是呢，咱们怎么说呢，二妹在我的看来啊，在我的眼中，因为我们相识也快一两个月了是吧，那么在我的心里说，她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在这个年龄上，以前我们18-19岁的时候，我们又赌什么是吧，我们赌多少你们自己心里面也清楚，所以这个人呢慢慢成长啊，不要说一下子就强迫一个人改变些什么，达到我们几十岁呢，或者是呢40-50岁的，或者是呢20-30、30-40岁的，跟我们这样比是不能比的，知道吗？比不了的，因为人的成长过程都需要一个时间不是说几个气球不是说有个气球或者什么一下子就给它炸到了，就给它直接给它吹到了，就是不可以的。所以家里面都是过来人做人要稳重，不要心急，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对不对？
一期了吗？上一期了是吧？上一期了是吧？对，这么你们说我小五说的对不对？咱们对的打个对好不好？嗯，这样你们直接配合小五啊，小五在里面打个对的，你们就打个对的。小五心里面，其实你们打这个对，不对，都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影响，是吧？但是呢，我看到你们这样支持我啊，这样配合我，我在这里跟家人们聊天也有精神，是吧？啊，心情也会好一点。所以呢，对，所以呢，家人们还是不要只顾着看。小五说的对的地方啊，你们要打个对，不对的地方就打个不对嘛，好不好？因为人这个说话呢，怎么呢？你说一两句，咱们都可以说的对，是吧？但是有时候说多了，也可能会有漏嘴的地方，是吧？有说的不是很到位的那些地方，所以不对的地方，家人们是可以提醒一下，对不对？二妹有发展前途是吧？对，因为二妹这个人，用我来评价的话啊，她作为一个现在10多岁的女孩，有时候她可能有点缺点，这个没有缺点是谁也保证不了，谁也不敢这么说的是吧？但是有缺点的话，你要看这个人，她的缺点能不能改回来是吧？因为你要想去改变他，或者你要那个的话，你必须首先，去看他的优点，有没有前途，是吧？对，人没有十全十美的，对，这个是这句话我爱听，因为怎么说呢，咱们是人嘛，是吧？都是高等动物嘛，所以只要是想让他改过来，也是很简单的，因为人嘛，都是会听得懂人话的，是吧？那么二妹的不对的地方，咱们都提出来，你们提出来，然后我们也经常跟他说一下，慢慢的他就改过来了。我记得就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吧？那个有做就改。不做避免，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就去改正，然后呢我们也去争取不去犯这些没必要的错，是吧？因为现在阿妹跟阿伟呢也不是真正的走在一起，是吧？也没有那个，所以我们也不好去说有些地方，但是到时候他们两个真的走在一起，结婚了或者订婚了，或者真的走在一起，那天呢，我们会慢慢的教他，慢慢的会让他去改。那因为现在有时候呢，现在都刚认识还没有多久，然后你去跟别人指指点点这个说实话真的也不是我们的风格，对吧？所以咱们不对的地方可以私底下提出来，给我们说一下，或者给阿伟说一下。给小胖说一下都可以我们也会跟他。